荣耀拔一官宣，珍珠全面屏加震撼音量，1月8日发布。元旦刚过，各大手机厂商就开始了新的一年的新品上市而忙碌着。继小米宣布全新独立品牌红米 Redmi 发布之后，荣耀手机官微也宣布了新年的第一款新品，它就是荣耀畅玩 8A。 荣耀手机官微公布，荣耀畅玩 8A 将于1月8日线上进行发布，号称是将珍珠全面屏进行到底。同时该机的预热海报也正式亮相，一些关键信息一览无余。从海报来看，荣耀畅玩 8A 将采用 6.09 英寸珍珠屏，搭载8核处理器，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麒麟710，配备 64GB 机身存储，提供双扬声器，拥有震撼的大音量。其他方面，根据此前曝光的消息，荣耀畅玩 8A 的屏幕分辨率为 1560×720，机身三维尺寸是 156.28×73.5×8毫米，重150克，提供黑、蓝、金、红四种配色，后置1300万像素单摄像头，电池容量是2920毫安，搭载 Android 9.0 系统，该机于1月8日线上发布，定位为千元入门机。